去台湾逛便利店是指定动作，不过今次不是搵食，而是去新开的三间联城主题店。楼梯写满了可乐历年的大事件，整个博物馆咁啊！红白切鸡够晒 eye catching， 店入边仲展出咗唔少纪念版同埋绝版货。长台以过百个可乐樽据砌成，只要用张悠游卡就可以喺度影张可乐主题嘅相啦。影完之后夺一下悠游卡就搞掂啦。门口的灯光青 BB 咁，这个又是什么主题店呢？除了可乐主题之外，这里还有一个啤酒主题的便利店，这里不少 product 都是在荷兰空运过来的，一起带大家看看。还有180个啤酒樽砌出来的打卡场。看完啤酒和汽水主题的便利店，不知道跑车主题又是怎样的呢？一起入去看看吧。主题店以蓝白做主题，地板还是赛车格仔图啊，好像车迷天堂一样，不少得无形车装饰。店里面还有限定精品咖啡，连咖啡杯都印有跑车的。